是我嘎沃沃市集终于来到北海啦，将会在4月10号到14号在北海 Rajoda 斗母宫举办为期5天的怀念复古嘉年华。这次的嘉年华非常丰富有趣，现场啊还设立有8个打卡区域给大家打卡拍照。每一个都是与你怀念复古的约会点，现场还有许多小道具，可以穿上你的旗袍一起来这里应景哦。说到打卡区域啊，主办方还准备了一系列精彩的节目表演，让大家观赏复古时装秀。精彩的节目表演还有服装比赛，来到现场的你啦，还可以参加幸运抽奖活动。户外的话呢，就是市集，除了有餐车美食区和独立商品商品区啦，这次的嘉年华哈还会有迷你小游戏和手动赛车。4月12号起还会有刺激的滑翔机表演等你来体验。目前嘎沃沃也是有在招募摊主中，无论是服饰、首饰、彩妆啊、电子产品、小吃、饮料等等，夯不浪都欢迎你们加入。有兴趣成为摊主的朋友呢，可以去联系他们哦。到时候记得叫上你们的亲朋戚友一起来参加这个怀念复古的嘉年华。